Hello， 大家好，又系我哋 Game PHK， 我哋继续玩星之卡比探索发现。耶、yeah, ，我系阿 Cat 啊，加埋我 Ellie 玩呢个合作模式。今集应该会打埋后面嗰个 boss 嘅啦，就唔升级武器住，直接入咗去呢个场景度先。呢关系顺流地下水道啊，都有嗰个水龙卷噶。上集我俾佢卷嗰次啊。嗱，有龙卷风咧，个速度会快你好多啊！我跟你后面就搞掂啦，吹走咗。呢度闪灵灵，神秘嘢系成堆钱，正！铲佢，铲佢，卷走咗，再嚟！喂喂喂喂，佢跌咗落街。喂，上面有啲正嘢喎，我想攞咗先。OK， 呢个嘢可唔可以打啦？哦，得钱啫。上集系一个任务嚟嘅。喺水度我都可以用呢个龙卷风。水龙卷呢？小心啊！冇事，冇事。好彩，可以扯走埋啲怪啊！啊，好暴力啊！你招。哇！后面有马骝，我落马骝先，拯救到一个，好头脑地。哎呀，吉到啊，吉到！哎哎，我顶帽啊，帽啊，冇咁见啊。再执翻啦。可唔可以攞埋啲钱先啊？我上路啊，仔。系啊，我哋而家俾啲水流带走。哎呀，去唔到啊。得 ，OK。下面打到上去，哇！上面有闪灵灵，带我哋过嚟呢边，上面有个罐头，罐头鱼喎、啊。但系因为收集品嚟噶，食三个要。OK。有炸弹仔，住唔死嗰嘢。我呢度闪灵灵，系喎。饮奶奶，你饮啦。OK， 我喺上面添，落翻楼下再转，转唔中佢喎你。系，好难操作。OK， 走得。哇，咩事啊？困住我哋喺度啊！我上面危险，炸弹！哎呦，呢个就湿咗水唔爆噶啦！湿水炸弹，哇好叻哦！我劲啊你！有设计图，呢个系连锁炸弹设计图啊！正。食个橙先啦，我食蕉啊！准备快 ，yes！ 呢度有个炸弹，你打，我打楼下嗰个冰雪人，后面有嘢收埋，你估我见唔到咩？系咪炸咗呢边啊？会睇先。啊！真系啊！呢度有秘密嘢，应该系有阿斗龙迪嘅，塞满嘴，又系变咗个大口啊！落船，落船，过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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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又系佢哋啊！要限时之内，嗱，帮我望清楚条路先，直冲嘅啫，我估唔系。打右边，跟住打左边。OK。你只要帮我系咁吉啦。好。但系都系靠我嘅啫。得啦，吉。吉你。我想要呢个得唔得？哦，
用到啊，打真行啊，喂，打得得噶喎，其实试下，好啦，唔紧要啦，呢、這个龙卷风 OK 啊，睇下，好有型嘅。哇，我又要收满嘴喎，你睇下。会唔会变冰啊你？哎呀，变冰变冰啊都好喎、啊，试下玩其他嘢啊。好。攞咗个扭蛋先。装。我冰好耐，呢个太大啦。啊，嗰度有火啊！有得吸。嗱，威威司令又喺度啦。哎呀！我整呢个嘢原来唔可以落水噶、啊，咁行咗上前先睇下咩方法。哇，好彩真系用咗冰噶、啊，睇下上面啲木头要整熄啲火。哦，点解咁嘅？佢帮我揿掣，而家先可以吸呢个啊！同埋好彩真系用咗冰嘅能力咯，整熄佢。食罐头嘅，第二个罐头，呢度又有个掣。嗱、啊，呢、這个嘢咧可以踩，但系离开咗咧，咁就会散翻噶啦。不过如果 two pay， 嗱、啊，如果双人玩咧，就方便啲啦，你可以踩啦。但系其实咧，正確嚟讲咧，就要用呢一个嘢嘅，应该你离开先。好，啊，你都上埋嚟我哋嗰度，跟住就放低个楼梯，正確就咁玩嘅，救咗一个。但系仲有个栏喎、哦，后面系点入去呢？喺后边，哇，后面都系亚斗路迪啊！哦，嗱，应该又系呢度，系啦，要踩呢两个。前面有条楼梯啊！哇，一时唔小心。死都冇乜血，有冇捡啲花嚟睇下先啊？哎呀，冇啊，唔紧要啦。好搞笑，第二堂梯。可以救到入面啦，开晒啦。第四个。我有炸弹仔啊！打你！唔该晒，好似系龙卷风好用啲啊，不过唔紧要啦，转咗个冰都冇所谓啦。好，行得啦，行得啦，辛苦晒。呢、這个好用的，用啊！但我整走咗。呢边有啲嘢， okay. 你可以打下你啊啲水啲怪嘅。打咗之后向咗呢边，哇！炸咗嚿石，条鱼仲好蠢啊！我见到个罐头啊，系喎，转紧过嚟，哇！食咗啦，喂，拜拜，跳唔到出嚟啊你，系啊，哎呀，好惨啊！我有力保嘅，你可以补翻血啦。我仲有呢边呢边呢边，可以踩埋呢个。系我补紧你啊！你咁搞笑嘅呢个动作，收咗个血。但我想食少少先，食少少先。
喵。中啊！哇！呢边都有嘢踩。咦？喺上边啊！即系我哋唔走得住，踩埋先。我哋试下游过，因为呢边咧顺住水流，啊，冇穿过去啊。OK。真系呢边啊！你去咗边啊？喺上边。见到。耶！咁就夠到马骝仔，第五个。搞掂。睇牌应该最后啦，话我喺水上边咁可以咁样行嘅，轻功水上漂啊！劲啊！完成任务，拯救阿斗老迪死咗三个罐头。咦，速水池战斗唔落水？哎呀，我哋落咗水喎！哎呀，蘑菇怪。之前打过噶，狂野冰箱呢个系，我记得系用个海胆刺咧，吉佢 pat pat 噶嘛。系啊，好惨啊，应该。争少少马骝仔，之后再嚟玩过。哇，要19个阿斗老迪够晒手咧，我哋金达马啊，唔系金达马骝，应该系啊。恐怖的熱帶，哇，去打大佬先。不知道有什麼打呢？在個熱帶地區，有東西吃，我吃。番茄，這個是補滿的，看可不可以跟你 give me five 先，得。帮你补埋 ，thank you。跟住，哎呀，换唔换嘢？试下用火啦，升级烧森林。系啦，升级咗咁耐都未试过放火，火烧森林。哇！就喺面前咋，过嚟。Hello， 好耐冇见你。熱帶大雪就是今次的 boss。 我有個樣子，我要近一點。哇，好得意啊。哎呀，喂，他噴氣的，原來會先打他近一點，打他的嘴先。走，他噴氣。這 boss 很難燒啊，不知為什麼。走啊，噴氣啊。哇！掟咗啲果实出嚟，吹走我哋。好得趁啊！跳！咦，有个难喎。解锁咗样嘢，破坏佢个根部，系咁烧啊，侧边烧。再嚟死啦！烧熟佢，变碳啦你！搞掂！哇，系你而家死佢噶！2分钟之内打赢咗佢，亦都解锁咗，同埋我哋攞咗个辉煌探寻队设计图。救到你哋啦，阿斗老弟！
哎呀，争两个喎、啊！我要唔使用能力打到魔王啊！即系我要变翻普通嘅卡比，吸佢啲星星再掉佢。系啦，攻击佢。嗱，挑战多次我自己 ，solo 一个人。如果唔用能力咧，其实就系要等地下啲星星出嚟，吸咗即刻俾翻佢，还俾佢。我留意翻佢几时喷气，亦都会奖啲星星俾我哋。都唔难玩啊！咁佢去到一半血咧，就有第二个形态噶啦。咁留意地下啲影，唔好俾啲咁大型嘅椰子砸亲。好，啱晒，再喷多啲啦，俾翻你，射正喺个嘴啊，再喷，一半啦，哇，又吹走啊！似呢个嗱，卡比真系好简单，可以空中浮嘅，都易避。哎呀，啱啱一个蓝，咪整咗啲根出嚟，打爆啲根，俾你，仲有，得一个蓝。大个破绽喺侧边，好快好快，差唔多搞掂。斩一下啫，就呢粒啊！耶，冇用能力。另外咧，仲有嘢可以解锁埋添嘅，睇埋右下角就系、是、无伤状态过关，挑战成功，做晒所有任务。翻到嚟阿斗路迪个城镇咧，喺呢一个餐厅，我哋可以做呢个咖啡店嘅店员噶，咁可以有双人玩法。呢条片临尾玩埋俾大家睇啦，紧极限打工，四个唔会真系咁难啊！汉堡包、番茄、李宝健、汉堡包、蛋糕啦、番茄啦，要快少少啊！个满意度越嚟越 drop 啊！我嘅呢度，汉堡包又系我。番茄野音我的汉堡包你的最繁忙的时间就是午餐时间了我的车车我是野音番茄野音都是野音啊又你哇，好繁忙啊！真系咁啦，嚟荷包包啊，荷包包啊，你有冇快啲揿啦？叫做过关啦，系限时之内服务咗几多个客人呢？我哋每边16个，即系32。哇，林美真系好紧张啊，因为佢咧嗰个满意度咧跌得好快。系咯，不过可以赚好多钱啊，玩呢啲嘢可以买扭蛋啊。做咗啱啱打咗份 part time。以为送个特别嘅模型俾我哋，有个扭蛋，就系呢一个，哇，四星嘅呢个咖啡店员卡比。好，今集玩到嚟呢度，多谢大家收睇啊！下次再去新区域，中意记住 like 同埋 share 俾朋友睇，支持我哋啦 ，thank you， 拜拜。